高官老郎，应该有介绍过，对吧？独居老人，啊，独居老人，孤单寂寞，对吧？无人甲伊讲话，但是有安全无？一群人哦，在一起，啊，目睭闭开，到困，拢一个人。发生什么代志？别人知影无？拢无人知影，因为伊一个人啊，厝内无人咧。哦，那跋倒咧，有人知影无？那昏倒咧，昏去咧，无人知影。那跳起咧，无人知影。是不是种危险的？那一个人带的吼，是不是有一款的问题？伊若行出来无问题啊？对吧？出来拍招呼，对吧？哦，春彪来啊，阿冠来啊，对吧？啊、哦，有其他个我跳的。但是哦，哎，那是哎，这阿冠的哦，普通拢爱每大家拢出来。哎，那三个火，其他哩，我三个火，哎，几个来火嘛？哦，还有啊，标准的，标准的，哦。哎，真怪！恁对面遐阿官员，本来大家拢出来，结果一刚无出来，你要甲伊关心一下无？哎，咱甲伊关心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今天呢？月饼对面一行过去，无问题对无？那200公尺、300公尺，哦，阿无出来。你怀疑，但是哎、欸、奇怪，几工我无看到啦，会使安怎？敲电话嘛，对无？电话甲伊敲者，伊实在哦，无实在免啦，无实在一直无伊电话嘛。啊，那实在孤单独居的哦老人，咱来先电话甲伊安怎？关心一下哦，伊若敲袂去哦，电话吼、哦、室内电话少少啦哦。看起电话，你只要接起来，喂，一下啦，你阿伯阿伯几万的，你阿伯几万的啊，几万甲你关心一下，好好好，啊，今日做代志啦，啊，好，阿姨。